有资源，是后来相公所决定，就啊，不有没用有认识跟议员报告啊？这个我那么努力的去要，有没有跟议员报告啊？相公所决定说不要，或者是因为什么问题？那我在那边努力争取半天皮箱喽，你们相公所说不要做就不要做。县长，种种这件事情，你看你的局处长对我的态度是怎样？把我当空气。我他不们赶你们出去了，县长，你给你们3分钟，你们讨论看看，你们要议怎员，么改进。我议员这个部分我会考虑，一定会事后做检讨，也希望您，也许是因为业务单位有时候他们直接的去联系，但是我们会在这里做检讨。你现在问看，为什么？我给你3分钟了，我不要赶你们出去了，我出去了。不，议员你。